想去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边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背景，但是选择国旗说是好像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因为它有193个国家，本来说我当时想过什么吉祥物啊，什么每个国家的什么国画，我觉得还不如这个来的直接。选定这个以后就发现要怎么样把它做的放在一起，这个很麻烦，你要把它怎么讲，要做的和我的作品原来有关系，因为原来像拍过杂志啊，拍过像 Supermarket 这些作品的时候，也是要组织画面，要把画面背景做的很有意义。因为之前我作品我更多的是战士，我觉得这里边我必须要加上和原来不一样的东西，要怎么说要有更有意义。这中间我就选择了用手架的这个叫 Future。其实这个动作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安静。安静电子，但是正好在我的作品里边正好托起这个 future 啊，还挺讽刺的一个。我们因为这个它的主题是关于未来，这个我这个作品名字也是未来，因为我作品原来一直对做了一些和中国社会和甚至是全人类的一些灾难、一些问题发展的中的一些问题产生了一种这种不平衡，这么一个方向做作品。其实我这个作品，我觉得和这个主题的一个非常切合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及时的意识到这些问题，那可能未来的话，可能就这些问题全都